好，欢迎各位。接下来我们会进行多轮的音乐游戏，释放分贝。首先进行的第一个游戏，声调个人战游戏。声调个人战，五位音乐家依次声调演唱歌曲，声调失败的音乐家被淘汰，最后胜出的音乐家将为家族赢得十枚分贝。准备 ，music。我再试一下这个，我要试那个。大王叫我来巡山。这是 boss 吧？我都说了是我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大王叫我来巡山，大王叫我来巡山，大王叫我来巡山，哒哒。大王叫我来巡山。等一下，大王叫我来巡山。你这个唱的好像大王已经去世了，大王不在了。哒哒 ，OK。大王叫我来，叫我来。唱不上去了。于耕耘淘汰，我们剩下四个人争夺。于耕耘是高音最好的，居然淘汰了。哎，真的是每次的游戏到底毫无公信力可言。换个歌，当醒歌了，醒歌，起个好，重新起个头。好。三天三夜，三更半夜，跳舞不能停歇。三天三夜，三更半夜，跳舞不能停歇。三天三夜，三更半夜，跳舞不要停歇。三天三夜，三更半夜，跳舞不能停歇。三，这么高吗？三，放弃了，放弃了，放弃，放弃，放弃。这个。何必为难自己呢？好好保护嗓子嘛。是的。三天三夜，三更半夜，跳舞不能停歇。三天三夜，跳舞不要停歇。三天三夜，没有，刚没有，刚有，没有，没了。啊？你跟他调差不多。一样，一个调。哎呦，淘汰，耶！陆散风淘汰，剩下两个人进行 PK。听海哭的声音。还没哭，我们快哭了，快哭了。我没了。恭喜斯莱格获得分贝，掌声鼓励。Congratulations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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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下消除了他对我对他的怀疑，因为他很用力。